二一八线哈，已经这么多年来哈，大概超过二十几年哈，因为路况非常的狭窄的哈，大概只有六七米而已的哈。那透过哈彰联公司愿意提供土地出来哈，所以现在的这个路况哈已经到十二米了哈。那当然了哈，整个我们从光复路哈。一直哈、大概总共有将近六百公尺了哈、那除了拓宽之外，那因为也长期淤水哈、整个雨水哈、下水道我们也做了四个箱涵哈、甚至截弯取直，甚至做分流哈、让所有的排水系统更加的顺畅哈、所以今天我们进行通车典礼，最主要要跟乡亲报告，能够大家通力合作，第一个要减除我们水患来临的时候面临淹水哈、造成我们所有乡亲所有这些生命财产的威胁，那再来就是路面拓宽，让这个道路更加顺畅。